因为我们两个是去先去体验街友的一天，再去改造街。我们是睡在路边哦，那一个潮流节目，但是不是那个节目演一播就倒了，然后很莫名其妙。到底做到了多少节目？你之前不是有做一个商务记吗？对。然后那个时候听到我就觉得哇，好疯啊，这个人，这自己的发廊都这么忙，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又疫情啊，又这么多一大堆的问题。对，帮援助。有知道了这个商务记的活动，我才知道原来他还弄了一个什么露营区，然后说用了很多钱去装饰。我想说哇，为什么先不顾好你的发廊，然后去做这么多事情？树，然后自己草在种。那我觉得我真的也是经历了很多事情，因为我一直在台北打拼，我家人都在新竹。哦，这里觉得忽略了你的那个部落，泰雅族原住民。啊，对，他而且他是大概是花三年从一片泥沼。没有，我花了九年。九年没有，我说大概是三年才比较有雏形。他是真的一个个自己盖。可是你花很多这么多钱进去，你不怕就是回收不了吗？其实我都没有想那么多，我只是心中有一个我想要做的事情，然后我就想象这些事情它的样子。其实我觉得只要是做自己真心喜欢的事情，你真的就不会觉得累。而且你很投入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很多事情就会一直转，一直转，就像转高高一样。哎哇，带到我公司名字，哇！好，那我先越转越高，我先打开我的第一道菜，已经成功了。那这个就是蟹拌玉蛋豆腐，很有办法，因为它酱油再加这个蟹拌啊，然后就拌着饭吃。而且你是清蒸一下，大概十分钟。十分钟以内，其实它很容易熟啊，本身蟹拌很容易熟。要吃才知道。你现在要吃吗？是啊，可以直接吃来，就吃蟹拌或是这样都可以。哦，好。怎么？你现在是什么人生？你笑，笑什么笑？所以一直在笑。好吃吗？哦，你的表情。好吃哎、欸！你好窄、欸，对不起，真的啦，你认真一下，我认真讲，好吃，好吃，对不对？简单就是美啊、嗯！这个豆腐吃起来像那个蛋，对，它是蛋豆腐，因为它是蛋豆腐，等于是就是有把那个蟹棒的鲜味蒸到豆腐。哇，你对啊，你长得太厉害了，这么简单一道菜，突然升华了。而且我觉得应该是那个酱油。对，因为甜甜的有哎、欸，对，因为这个通常这个我们这样有点甜甜，感觉是台湾感觉不到，所以你吃下去、就是。还有重点是，你知道吗？因为、很多人就只下酱油蒜，其实一定要把酱油跟油炒一炒哦，就很香。有，你刚刚的小诀窍是先炒过再倒进去。这个节目值得了，有终于做到我的想要的效果。好，我们差不多。好了，我们还有第二道菜啦。那你们知道第二道菜是什么吗？就是我希望那个一道香港的，一道来自台湾的。自己煮的时候就突然想到，欸，台湾好像很有名，不是麻油鸡吗？然后我就在网上就是 search 一下那个怎么煮，我一次就成功了。立刻来！我跟你讲，麻油鸡我们很严格。先讲麻油鸡也是我最爱吃的一道料理。对啊，对。那要准备的东西也很简单，也只有三个东西。第一就是鸡，第二就是姜，然后第三就是麻油。那本身呢，麻油鸡是用米煮的。那因为你们来的关系，我就想挑战一下。就是你们两个联名出的一个清酒，对，由黄一峰来介绍。黄一峰介绍一下清酒最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它是用泰雅族人最喜欢用的一种植物，叫做马告。本身用米酒，那我就想一想，反正都是酒嘛，试一下清酒。我们有实验家的精神，精神好不好？万一真的很难吃怎么办？你们都要表现很好吃。我们还是要说哇。没有，我们就没有。我跟你讲，很难吃，我们就会说很难吃，酒很好喝。很难吃就喝酒就好，就直接那种。不行啦，你这样会毁掉我之后的集数哦。先说，然后呢，我等一下会用麻油炒香那个姜片，然后之后就放鸡炒香鸡腱，然后呢，最后就放酒就完成。好，就很简单。我超爱吃麻油鸡的，真的，而且你这样让我很大压力耶，因为其实坦白说，我煮这个之前没有吃过麻油鸡。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正宗的。那你先弄弄看，弄弄看。我先说，因为我不好吃，我会怪他们的酒。好贱哦，我觉得自己。喂，你很专业，看起来。是吗？是这样的。我觉得你没有，没有。他常半夜打电话给我说，我不想做。为什么？我说你到底要干嘛？每天晚上都一边酗酒一边打。我们要不要去卖鸡排？
可是你很棒啊！你现在不是最近也做了那个造型是金曲奖哦，彭佳慧对啊，最近的最近金曲奖要颁嘛？对，最近金曲那已经很棒了，不错。他自己做很多艺人，其实我自己想做的东西很多，但是其实我会跟他做 GY 跟风这个节目，对，也是因为我一直也是想要做传递善念、传递正能量，切片。因为有时候做造型就是一个造型，但是我们如果做一个节目，像我们那个街友节目，其实已经是两年前的， okay, 到现在都还是还有人疯传，有人看。对，啊，你来，要久一点是吧？你的手好厉害耶！这是会开火，果然是靠手来生活的人嘞。谁在笑啊？好，那个麻油一定要很多。因为这样先煎那个肉是不是，没有，不是先炒姜片，有没有听啊？我刚有说，生气了。好啦，也现在呢，我就把它炒成金黄色。哦，对，然后已经有香味了，对对，麻油，这是麻油味。可是我先说哦，这个我不知道正不正宗啦，就是一个香港人做的，就重点是清酒。之前我第一间在香港开的公司是制作公司，派教的。那个时候我就做了一个项目，就是去护老院，然后呢就帮他，就请了化妆师，请了发型师，帮他化妆，帮他化妆，然后呢再帮他们拍影楼照，然后再请他们家人来拍家庭照。我现在要加琴酒，好，我来开了，这里开了，哎，可是没有盖子，什么意思？好，没关系，你盖用这一个，好，我这样盖子吗？这样可以吧？盖子可以吧？将就可以吧，将就一下啦。你改造个三个，有三个阿嬷嘛，然后又有一个阿嬷是其实老公过世很久，然后她很久没有为自己打扮过，然后一打，她那时候真的一打扮完，马上就在自己的面店跳舞什么，改变穿搭什么，其实是真的可以瞬间帮助一个人增加信心。我觉得真的，对，可以感受到她那个因为穿搭而开心的心情。来，对，哦，现在要喝这个，哇，还有冰耶，你这么专业，在哪里拿的？哇，这个马告香味。哇塞！先关掉。这个节目要忘了。节目有保险吧，老板？这时候突然问，有没有买？帮我喝一下这个酒里面有些。他给我一个难题，好可怕、哦。没有，你可以的。台湾的水果，好，水果。柠檬。有吗？因为马告就是有柠檬啊，过关。水果应该有芭乐吧？没有，天哪！你居然喝到芭乐？没有，没有喝到，就是想说台湾的水果就是最有名，不是芭乐吗？布答案，对，不是公布答案，它就是有我们的荔枝，这有芒果哎，对，有芒果，好厉害呀！你闻也闻得到。含羞草？为什么会有含羞草？我先卖一个广告，在哪里可以买？请问在 W Plus， 对，在他的法郎，他的法郎，我都把它喝完。42%，其实42%这样一杯就会醉了。哇哦！你看他的特，我刚刚想说脸部好喝。哎、欸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还要开火吗？你们还敢吗？我有点不敢。开啊！哇！啊，我上次盖子头拍一下，现在盖子不对，对不对？它才会把火爆出來。你看有火哎、欸，好可怕哦、喔！来吗？要不要？可以。汤匙。好，可以。啊，那有没有一些项目是你们觉得哇，还好有对方？有没有这样的、欸？我一直都觉得还好的对方啊、哦，所以一直以来我没有，从来没有觉得。应该说是有时候有，还是你觉得应该不要有啊，经理？没有、哦，我现在问问一下你们现在，现在这个组合就没了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就是我自己也是一个很怪的人，坦白讲，不管是在喜欢的东西上面，个性上我也是一个蛮怪的人，然后我就觉得。Judy 也是一个很怪的人，你知道怪的人跟怪的人一起就这很搭。吵架最凶的一次是我们在东京，东京在东京，然后接了一个工作，我要讲这件事情。因为主要我是 model， 是 model 跟造型，就是他主要是拍我，他要当 model， 要做造型。然后重点就是我一个人在车上就非常的冷，然后就拿了他的外套就披在身上就睡着了。后来起来的时候我就把外套放在那个车子旁边，然后我们就走了。走了之后我们就下车了。然后他就找不到那件外套，他就发疯，他就说我的外套呢？我说啊，我刚刚放在车上。我说那我现在打电话给导游，说我们现在过去拿。他说不要，他觉得我们如果东西丢在那边再打电话去，他觉得这样很瞎，东西乱丢。啊，所以那个外套就留在另外一个车上。重点没有，就是没有就没有去找了，就因为
他们去还要花人力去找人家，觉得我们很瞎，就没有叫他们特别去找。反正就是这些事情，我就觉得我有我的立场，还有他的立场。你有什么立场？你就把衣服弄掉了。那我要去帮他找回来，他不要帮你找回来啊。重点是他应该要先好了，大家不要再借衣服。我的麻药剂应该也差不多了。你为什么这么喜欢煮东西？哇！焦了，喜欢煮东西。为什么吗？嗯，因为有些是要什么、啊？这个焦啊，所以不能吃了，对不对？可以吃。我跟你说，一点点焦更好吃更香。有一点焦麻鸡，焦麻鸡，只有吃。你那是罐头笑是吗？又是。好，我们试吃了，快点喽！好，来哦，麻油鸡来试一下吧。好，麻油鸡，金种麻油鸡，椒麻鸡，椒麻。其实我跟你说，焦焦的才好吃，因为那个焦焦的会更香。好特别耶！对，它不像我们过去吃的，真的啦，还是好，真的很好吃，是好吃的。对，麻油鸡的味道比较冲，然后但是这个反而有一种鱼香，是就是。比较在你的口腔里面是慢慢的散开来，真的觉得我它的味道是比较淡的，对，淡雅的。我真的觉得第一集请你们是太棒了，有一点点甜。太棒的想法了，然后你看我们这道菜给你们做的，然后我觉得它刚刚就是多好烧焦之后那个肉的质感，就是一开始咬下去是软，但是吃的时候那个皮是脆的。哎、欸，好专业、啊！我是说真的，所以我其实觉得你不要觉得好像烧焦什么都错，这是一个快乐的意外。哇，我觉得你很厉害，是不是？对，任何东西都是生命的。我们有主题了，就是他就是把整个主题带出来，就是人生，你以为这一切是快乐吗？不一定，是一个机会。对，是个危机，是机会。没错，快乐。好棒，姐朱迪。反而更好，把我们的节目完全升华了。是，连这个姜都好好吃。对哦，真的吗？我要讲真的，我刚有吃了姜。我们干杯！来，但这个姜是甜甜的。甜甜真的是甜，你们等下来吃。琴酒，因为它有琴酒，所以变成是甜甜。我跟你说，我的同事们就一直怀疑我。我做什么，他都会说我做的不对。来吃，等一下来吃，是好吃的。不要吃了啦，好好吃，好好吃。好，那我觉得我们下一次可以去约一次吃饭。好，好吗？你会之后还想吃什么饭吗？怎么啦？请问什么事情？时间到了，超时了。时间到了。这个茶店我有付钱嘞。